Hello， 欢迎大家回到影子的游戏空间。影子现在要来直播黑色沙漠啦。现在新出了一个职业是忍者，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角色视频吧。他这选角色的时候，他样子是这样的。他这边有写，所有都是最高，只有 defense 最低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他的 combo 他的连击没有日本武士那么多，他反而连击比较少，只是速度很快啦，速度会一直换来换去。然后我现在玩给大家看吧，这是我忍者的样子。我忍者是穿那个西方的海盗装，感觉已经不像忍者。等一下玩这游戏的时候，如果声音太大或者是声音太小，跟我讲一下哦、喔。因为我是希望大家听得到游戏的声音，但是也是听得到我讲话，就是他游戏声音不要盖过我讲话。因为上次我发现，我在剪接影片的时候，上次的黑色沙漠影片，好像游戏声音都有点太大了。现在有活动，每天登入，他送的东西超好的，他送这些东西都是几百万的东西。虽然大家都拿的，还送那个七天的会员之类的，反正都送超好的东西。我觉得国外北美这边的黑色沙漠官方超佛心的，他送的东西都不错，就是每次的活动啊，他所送的东西都是好东西，就是那种你可能平常自己打宝，你可能要打个一整天他才会给，才会打到他那种程度，然后他直接登入就送。先到我的任务目的地吧。忍者就是有这招，移动速度会加快，你跑图的时候也很好用。我是要打这个吗？等一下我走错了。还是我直接打怪给大家看。因为怪物等级是有点低啦，所以还好。打这个不需要一下就死、欸，看不到什么。我去打高级一点的怪物给大家看好了。任务就先暂时不做了。那可能是我的，如果大家都当应该是我的那个路的时候有问题吧。我应该没有开 Blue Stack 啊。没当的。这应该比较适合我了吧？哦，紫色的怪物，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。紫色怪物就是比红色再高级，就是高我等级高很多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打这个好了。我觉得忍者够屌，公主应该 OK。感觉有点卡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紫色的怪一般是打我应该是超痛的那一种。可能我现在防具还不错啦，因为我这个是小号，所以有花一点资金在他的装备上。所以防御力还够，不然他打我应该是一下就半条左右的那种。
还 OK，减血不会减很快，只是攻击力还不够高。我的武器是加7的嘛，打这些怪的武器应该要加11以上，打他们才比较痛，比较解决比较快。防具就有加十左右，所以防具还够撑这些攻击。那他们打我不痛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一直在闪避啦，我一直在闪，下不一定没有打中，可能偶尔打中几下吧。这招穿过去超痛，虽然要一些准备时间，可是这招应该是我忍者目前最痛的招式吧。这招穿过去这一招，看一下攻击力。我记得穿过去那一招好像攻击力有2000多%，一般招式都1000-2000而已，但是他穿过去是2000多%。我是464%乘以六下，60/24，所以有2000多没错啦，2000多之后呢，穿过去还可以再踢一下，踢一下又有468乘以四下，所以总共就是十下，所以总共加起来是4600%的伤害，超级痛这种。平常别的角色啊，别的角色的一些招式比较强烈，就1000多%、2000%吧，这种4000%的招式真的是只有忍者才有，超级痛这种。然后忍者招式有很多招呢，打中敌人之后，敌人会硬直，就是暂时晕眩，不过才晕眩几秒钟而已，暂时性的硬直。其实我觉得忍者 PVP 应该是最强。算了，穿越就不招了，踢。有点卡欸，因为我的气都回不来。普通攻击回气应该很快，还是因为他等级怪物等级太高了啊，我打他都 miss 了，是不是？可能很多都没有中，不然我回气应该没回那么慢。我现在打的这些怪物呢？荧幕会一直闪红色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些怪物对我等级来说太高了，然后它闪红色是给我警告。手机自动录音干嘛？他想录我的声音吗？我放大招给大家看，忍者的大招。我觉得忍者大招缺点呢、啊，是他的缺点，他忍者大招不太强，跟其他角色一比，其他角色的大招还蛮厉害的，忍者大招就这样子。动作慢慢的，然后也不是很流畅，攻击力也还好，反正觉得这招穿过去还比较痛。二零进化出新角了，我觉得二零进化有点落寞了，那个游戏还要玩吗？是可以拍拍看，我可能拍个影片吧。到处都是直怪，瞬间移动，我的天！等一下会玩 Inside 的，因为刚刚玩了炎与圣所之后，我的心情要平复一下，我要休息一下。我那个压力太大了，刚刚一直死好烦，所以我才玩一下虐怪游戏，那之后再换被怪虐游戏吧。一直玩被怪虐游戏，心情那个心脏会负荷不了。内裤
什么东西啊？你们的想法都歪歪的。如果大招嘞，来用一下大招，集多一点怪。虽然是忍者大招又慢又不痛，可是还是用一下给大家看。好了，我放大招啦！那就不怎么样啊，我觉得。而且忍者放大招的时候很慢，还会被怪物打，我就不知道这大招设计来干嘛。他小招都很强，缺点就是大招有点逊。所以如果你要玩这游戏的话，想玩忍者这个要列入考量了。其他角色的大招蛮厉害的，忍者大招就真的还蛮烂的。用的话还有可能会死，因为角色在那边停顿很久，平常是一直闪一直打的，然后停很久的话就会容易被怪物抓到，怪物就一直打你。只要瞬移过去，真的超痛的。虽然要先集气一下，可是瞬过去真的间歇间很多。再一次，我的个！不要看这些怪物这么难打哦，其实这些怪物比我等级高很多的怪物。如果跟我同等的怪物，简直就被我杀掉。以忍者这个角色来说啊，打跟他同等的怪物就是杀甲，太好杀了。他的招式攻击力都太高，那个 percentage 每一招都几千几千算。又有大招了，怎么那么快？真的不痛啊，这个大招。还不如一个瞬移斩，看一下就挂了。大招不如一个瞬移斩，他是大招设计，我不知道是设计来干嘛的。还是因为有 bug 啊，因为角色刚出，他大招说不定攻击力很强，只是因为现在刚出还没有时装之类的，我觉得有可能。这游戏有在更新啊，这游戏新出不久欸。好啦，先录到这边喔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然后接下来我要录音赛啦。那要看音赛的朋友就继续大家聊天室中啊，其他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各位再见，拜拜。